拉球中间。
上的奶。停在这就有一部分发不出去，不运动。Thank you.
气，这个这种筋要下沉，打完了以后要还原，因为为什么这个还原很重要？你一还原，这个手臂就放松。如果说你老这样，总在运动状态，你这样一还原就失了一下，然后出来再打开一板一板，这样你就是你的重要。你要老这样，越发力到最后总在有一种在震的感觉。
这样子拉动一下。把钱放桌上。慢一点。Yeah.
你看你家那个，对。就是一代一个钱的，一代一个钱的，很简单，你这样子，你得见财的，你得见财的，你看人家为什么接班人都用板子工作，板子工作板型比较稳定，容易翻，知道吧？至少这个地方有在做，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见财的。简单的一个回来的三百四十万，不要说你可能我那时候看得到哪好翻译看的，对，第一版不错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量，哎，不要这样子管，买手就发达，这样就基本上都好。在走，知道吗？向前，哎，对，下来，再是有一点水平停在这里，你下来和回来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你停在这个地方，把那个球转住回来，一遍一换，哎，你要为了这个球这个水。说话现在走的运动是打的比较大的，你喜欢球不在你这里，你这样很多地方你都会去找，知道吧？那就跟这时候一样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要找球，没有谁送的，你明白吧？对，好。不要这样推，哎，让这一节做个做出来。你就发出，你要这样的，你简单一个道理，你这伸展就对了，对，对。
除非说就是说你把动物的特点来就是空间，你要制造。对，也是两倍吧，就那个多。反正其他都。
哎，就是。好。
好，这个比赛。人接下来，再一个发力的时候要靠自己往上顶一点，哎，不要转上。
啊，有点僵了，是拉的有点感觉，这样拉的，对，行行行，行行，再就起来了，知道吧？对。绝对不要拉球上边，你可以中部吃了以后再走到上边，但不要直接，哪怕是高球都不要打上边。太多了，人家就。
是接测选手接啊，跨接测选手。说不过。横横手，横两边，是地方。
不要紧，
好。